大马最坚强单亲妈妈林佩莹，从选美、主持，从商到离婚，一起来见证她的逆转人生。大家对林佩莹的印象如何？光鲜亮丽的艺人，美丽动人的梅姐，还是精明能干的商人？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她背后是付出多少的努力呢？外表温柔、内里坚韧的林佩莹，已经超乎一个艺人，晋升为一个品牌。这一次大马全新中文商业电台 City Plus FM 就在全球华人的节目里邀请了漂亮迷人的单亲妈妈林佩莹来和大家 share 她有血有泪的人生。